你知道全球的石油能源还能再使用多少年吗？让小飞带你来了解一下吧。每年全世界会用掉350亿桶油，这种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依赖会污染我们的地球，而且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科学家估计，我们已经使用了大约世界总油量的 40%。 根据目前的估计，以这个速度进行下去，我们将在大约50年后用光所有的油和气，在一个世纪后用尽所有的煤炭。面对这样的现状，飞卓科技也在思考，是否有取之不尽的能源帮助人类续航呢？我们拥有充足的阳光、水和风，这些是可再生能源，意思是无论多久，我们都不会用尽这些资源。如果我们可以把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换成使用可再生能源，这样的生存方式会是什么样呢？